寻常的排练场旋机在脚底，满满的婴儿油让人胆战心惊。刘少鲁带领的舞者却在滑溜溜的地板上翻滚跑跳，挑战极限。你知道农夫吗？在田里走，我知道农夫很滑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中午十二点他还要在工作，对不对？太阳很大。对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是农夫这样子，耕耘一亩田，这个教室这个就是我的田。放空听身体说话，刘少鲁的关环舞集在婴儿游上逐梦，让人们感受生命最初的自在，像在云端，在海里，像在母亲的子宫里。原来发现说婴儿在妈妈肚子里面滑来滑去，就有点那种感觉。让我们也感受一下，刘少鲁喜欢让观众像游戏般共同领会生命的哲理，也许就在当下瞬间。人家生命是很辛苦又很快乐，像是一体的两面。艺术最可贵的地方，尤其舞蹈，我这个跳完就跳完了，就那个当下，对，过去就过去了。像朝圣者的心情，把舞蹈当修炼，眼前每个动作都能感受身体最真实的力度，人生最扎实的厚度。爱转型，要转型，爱转型，爱转型。